好可怜啊，是谁在哭哭？是谁在哭哭呢？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，是谁？哎呀，这么疼！好，我之前赶快换尿布。谁那么爱哭哭羞羞脸的？哭哭，谁那么爱哭哭羞羞脸的？哎，里面不能吃东西。他里面有规定不能吃东西，他刚才特别讲，有规定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你慢慢在外面吃好，那边也可以吃啊。对。他里面有谁在那里羞羞脸的？是谁？里面有谁羞羞脸的？哦，外面一个更羞羞脸，就哭那么大声。外面一个更羞羞脸。有吗？有，不是我们琪琪。他屁股好可爱哟。不是我们琪琪羞羞脸。他这样不会噎到。不会。因为琪琪还好。你看外面一个更羞羞脸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他有一颗痣，是不是？嗯，痣。没有，太近，太近，太近，羞羞脸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吃成这个样子，哎呀，这样哭就更热了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平常在家里面就没有练，让他练习拿尿布走来走去，他拿尿布。的话会有送尿布吗？没有，其实 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他的，也许有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拿三包会不会拿三，会不会送三个？不会，他应该没有办法送到那么多。可是他，我觉得你，我不知道他的活动证明是什么，应该要会有。不会，他一定要得奖才会有，他要得奖才会有。他不是得奖，他没得奖，他最后一名的那一次就违规。对啊，一开始就违规了。妈妈带头违规。很乱，可是我也没有在听他的规则。呀，这拍都反光。要不然去外面拍拍看。我刚拍了两张，尽量，因为有点角度会有点。这都是整个两个。等一下，问一下那个礼物是什么？因为我你们刚我是说不用拿，没有礼物，没有礼物，结果去拿就有礼物，钥匙圈啊。哦，钥匙圈会有、啊。来，姑姑，对，没有，他刚我是说没有，那是他打广告的。因为他拍他一定会，他一定会送，他有送，他会送东西没错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送什么。对，我就觉得要问清楚。嗯，对呀。问也不会怎么样。嗯。你看这个这。就一条线这边，那没办法、啊。那、啊、这样子的话，变从上往下。还是我帮你拿着，你来拿手机好了啦。一样啊，你一条压克力的，压克力的那个反光。这期哎，要小心点啊！他现在喝的这个是什么、啊？是果汁还是什么？你不要了，他喝完了。你不要了，这样子桌子喝不到哦。好，那这样就好了，好棒哦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，李姐姐，她的那个鞋子在哪里？她鞋子在我妈妈那里，在妈妈那边。我先拿，好，进来，等一下哦。